这一吃就很贵的样子。切，每次吃都你最积极。校花姐姐还真执着啊，冲着你来了度假村，还一天不落的给你准备下午茶，有魅力。君爷，这个特别好吃，都是我亲自让陆野定做的。我不是说让你别准备这些了吗？那不行，像苏暖夏跟萧兔兔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照顾得好你啊。我这些东西都是最贵最好吃的，这些完全没有食品安全问题。我们怎么就照顾不好他们了？你确定要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？怎么了？我记得有人好像说过要和奶茶分手，而且在训练场上绝对不能让他看见甜食。我又不是运动员，我现在是教练。那就更应该起到带头作用。明明这场是我的重头戏，君夜怎么眼里只有他？可这些都是我精心准备的。安娜，我没关系，我可以吃。走开。我身为教练我都不能吃，你们就更不能吃了。苏暖夏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，你凭什么不让别人吃？安娜，你跟我过来。